这件中南部要买，它超凉感，它是带凉感的，然后超级滑的，应该是那种很弹，对，张力弹力很大那种弹力棉，可是它是有挺度的，不是像莫代尔棉那样子垂垂软软的，是有挺度的弹力棉，然后滑面的，凉感超舒服。觉得它虽然薄款，可是它磅数还是有，所以透明度没有到那么夸张，可是白色还是会微透。然后啊，这个绝对你们最爱的前圆弧后圆弧，然后 2L 可以穿，然后又不要那么休闲感，基本款实穿凉感，然后品质很好，价格很便宜，399。手臂呢完全都修饰到了，而且它手臂这边还给你一个开叉，而且这边质量非常好，袖洞这边都是有弹力的，对，连那个袖洞都给你车弹性线，不会让你背一条像爸爸掌这样，不会，而且前圆弧后圆弧很好看，有没有看侧面？对，一样的面料，然后有，它有比较长一点，对，可是它一样是前圆弧后圆弧，然后做出两侧开叉的感觉，然后跟刚才一样是那个非常滑的凉感的弹力棉，然后啊口袋这边真的而且还有盖子超可爱，然后啊这件也要包色，对，然后这边好好看，袖口这边还有一个超可爱小小的笑脸的夹标，黄色，然后杏色、白色跟 Kiki 的黑色很值得包色处理，真的超好看，而且很好穿，超凉的，超好穿。这款是刚才袖子有这个小到小 V 的，这两款是一样的面料，然后都是 S 到 2L 可以。那现在身上穿这款，它再稍微长一点，跟再宽一点点。是，好，这两款大推，怕热的，怕闷的，喜欢穿素T的，请一定要买回去试试看。